實很多人咧喺心目中咧就跟咗西洋嘅諗法咧，就覺得十三咧係一個不祥嘅數。咁但係我哋中國人咧，其實咧對數字咧啊，或者係對刑法嘅配合咧，其實會幾多嘅。咁好似喺風水上面咧，飛星數咧以十五平衡數咧嚟計算啦。咁而喺皇帝嘅睇法咧，就九五至尊為皇帝。咁原來九咧喺基本數一至零裏面咧，其實咧係最低嘅數，而五咧係中央嘅數，所以九五至尊咧就為之皇帝嘅數。咁而十三咧，其實咧基本上咧，因為我哋中國人計算咧以十天干同埋十二地支嘅數，咁十三咧就剛剛係一個第二循環嘅數，因為十二宮咧就剛剛講到十二宮就完啦，咁咧再開始係代表一個重新開始嘅意象，加上三三不盡，六六無窮啊，係一個除唔盡嘅數，所以代表無窮盡。所以今次咧十三咧就代表一個非常吉利嘅數嘅。咁喺零六八一畫咧，亦都代表一個咧能夠事業成功或者暢通無阻，明星咧就是、大狀嘅數字嚟㗎。咁所以十三咧，其實喺中國人心態咧係吉祥嘅意思。